是他的技术问题。对，不是我技术问题，今天风真的比较大。就如果对啊，你看天气这些越来越。OK， 我刚看一下飞机降落的时候，那个风很大，还是这样。大叫一下，就看有没有人大叫，没有人，他听不懂。准备好了吗 ？Yeah, yeah. Let's rock this, baby.
不用全部都压到啊、哦。等一下。这个还有点 strong light， 所以如果有人是走过去，要不然他们就看不到我飞机，然后就走过去后面那个房间，就这样。酷。现在要找那个中间那个 spot， 要不然他就会晃，因为他上面是灰的，然后你。他讲的超像那个的，超专业的，超像那种假装的，其实是演戏。坐飞机人家也讲那种，其实是演戏。嗯，对。如果你们热可以先，可先不要下去，会打到。为什么一定要在正中间？因为这样你直升机可以停在里面。如果你是横的话，哦、对对对，你就会撞到别人。还行。可以啊。好玩啊，好玩。对哦。